什么前任？在哪里？这个、哦，这 Jelly 其实9.8%哎，哦哟，刺激哦！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感觉应该还可以。你跟初恋情人的关系，初恋哦，你会为恋人改变自己吗？某些可以，不完全啦，某些啦，看看什么点啦。你认为以下什么是绝对不能舍弃的？自由。欸，看刚刚有生命欸，自由跟生命，感觉应该还是自由。对你来说，结婚意味着什么？第二个，不会。余情未了，渴望复合，不准。